第八题，附图为物质变化粒子示意图，下列相关叙述何者正确？图示的粒子变化甲是固态，乙是液态，丙是气态。选项 A，甲变成乙称为凝固，甲是固态，乙是液态，固态变成液态叫融化，不是凝固。选项 A 是错的。选项 B，丙变成乙会放热，这也是为何下雨前会觉得有些闷热。丙是气态。乙是液态，气态变液态叫凝结，凝结会放热，所以呢，选项 B 呢是对的。选项 C，打针前抹酒精会觉得凉凉的，是由乙变成丙，是吸热的化学变化。抹了酒精，酒精会挥发，会从我们的液体变成气体，所以呢，从乙变成丙是对的，因为会吸热，因此感觉凉凉的，所以吸热也是对的。但这是三态变化，三态变化是物理变化，不是化学变化，所以选项 C 呢是错的。选项 D，甲变成状态丙是升华，例如舞台上的干冰变成白雾，此白雾即为 CO2 气体，这当然是错的。我们上课强调过，我们利用干冰所制造的舞台烟雾效果，这个烟雾是水汽凝结的小水滴，而不是二氧化碳气体。选项 D 是错的。第八题问，下列相关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丙变成乙会放热，这也是为何下雨前会觉得有些闷热。